是一把剑吗？是剑吗？谢谢张校长的指导，让我越唱越好。谁啦？到时候进去铁笼战，你先被打死。这把什么？原本是卷轴，影视我不知道背的是什么。张校长谁？这谁？香草奈落唱腔乐，挪威的三腔。天涯馆这个就直接告了就好了，这个中字的里面一定是有人的，直接扁就对了。阿馆是不打女生的，不行啊。阿馆你也不用讲，她不是女的，她是 VTuber 不存在，这个是可以打的，没问题。这个 不那个，她是用这个形象来臭你，你知道吗？都很夸张的，是建议直接告下去就对了。都很夸张的，资本50000个元的公司。帮我做直播。当我将你拿着靠我，试着将它靠我靠我，看我在你心中是否。上次性骚扰是搞那味道的。哎，谁啦？是否依然为我捅了两枪？依然爱我打退一枪？心中是否有我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不要摸，不要摸！希望大家。如果这次我不幸死的话，请大家，请大家一定要传承我的精神。我感觉他没有背很熟哎、欸，我感觉他是跟着念而已。台主，你好像以为我想看你打咯，但其实没有，反正你玩什么都只有那张帅脸和操作。玩啥哪有差？确实，你讲的没有错啦。失望的观众靠腰，有道理啦。的憋三。乱讲话哎、欸！请大家照顾我老婆跟小孩。生小孩。你不认识他、喔？哎、欸，我来喽。大家了。还有我的妈妈。还有我的妈妈。拜托大家。拜托大家了。哇！一句，对我干！哎，别乱讲话啦！对我干呐！我呀，我呀，我在上方大平台，一句，为什么要对我干呢？想要吗？一句，来对我干！现在谁？谁啦？不要乱搞啦！哎，不要再干人啦！哎呦呦呦，干死！哎呦哎 ，nice execute！什么东西啦？冷静一点啦！馆长，馆长，我敢来单挑！宪兵四两勾的，宪兵四两勾，操你妈！不给馆长打死才！哎，乱讲话！逃不的，逃不！我干你娘老鸡巴嘞！我塞你娘老鸡巴嘞！老哥，卧龙破关了，不玩我推荐那款好单好玩游戏吗？你说那个什么 Stanley 的什么史丹利的预言是不是？